当蓝翘翘遇到林友友。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恐怕得先走了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下次请你喝咖啡。哎呦，行行行，赶紧。你不送我上去吗？我特别喜欢，而且从小到大，我是第一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。这话说给我听的，还是说给自己听的？我觉得这条挺适合你的。嗯。英气十足，很帅。别骗自己了。发生这样的误会，我也有很大的责任。嫂子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留下来照顾你。你不要心理负担那么大好吗？我现在有收入，非要去点啥？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管。那天我是说喜欢你了，但是那种喜欢吧，是近似于亲人的喜欢。妹妹喜欢哥哥，我一直把你当哥哥，亲哥哥。疼了你这么多天，就等来这个。